大家好，我是赵爽，欢迎来到 PNSO 恐龙博物馆吉隆埃辛科学艺术特展。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吉隆。吉隆无疑是这个恐龙里边非常怪异、非常神秘，也是非常著名的一种恐龙。这种恐龙最早发现于100多年前，最早发现的时候，是一个德国的科学家在非洲发现的一些标本。当时的标本其实有不少，这些标本陆陆续续的被运到了柏林，在柏林博物馆里的库房里进行安放，但是没有组装起来，打算把这些标本慢慢研究，因为他们当时刚挖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件标本是非常非常怪异的一种恐龙，然后就准备在实验室里慢慢清理，慢慢研究。结果清理出来一部分，这一部分化石包括下颌、它的后背以及一部分肢体的骨骼，把这些骨头进行了一个安装，然后其余的标本都放在库房，准备慢慢的清理。结果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大战尾声的时候，那个盟军轰炸柏林，这具标本被毁掉了。然后长久以来，吉隆就只留下了一系列不太清晰的照片以及一些素描，这些素描还仅包括一些清理出来的标本，还有大量的标本属于在野外采集回来的石膏包的这个状态，然后并没有被整理出来。所以这件标本就非常遗憾的这个毁于战争，因为当时吉隆当发现的时候，人们就已经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大型的、非常神奇的动物，但是随着化石的损毁，后来的这大半个世纪，人们就只能根据这个残留的这些信息去简单描述这种恐龙。后来随着新材料的发现，人们对吉隆的体型有了新的认知。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一具吉隆标本是伊普拉辛在2013年开始进行研究的一具比较完好的吉隆标本。这具吉隆标本属于一个刚成熟的这样一个状态，有人认为它也属于一种亚成年的这种状态，反正它就是一个年轻的标本。这具标本身长大概在11米左右，南模型来看就是这个模型展示的这样这一个大小。这是目前最完整的一具吉隆的标本，它是这样一个体型。但是还有一些标本，就比如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头骨，准确说是一个下颌的部分，显示出这个头骨至少能够达到接近2米的一个水平，这是一个年长的标本。这样来说，这个吉隆可能能够体型能达到17米左右。但是后来由于吉隆完整化石的发现，认为尾巴会比以往推测的要短一些，所以这个吉隆目前来说最大的体型可能也就确实是像最早推测的大概在15米左右。这个聊过体型之后，就是关于它的复原。最早在柏林展出的那具标本，它只复原了一部分，包括一个下颌，那个下颌非常完整。当时人们看到这个下颌，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恐龙下颌跟其他恐龙的区别，因此还是按照当时人们认知的所有恐龙的样子，把它复原成一个类似异特龙的头部这样一个样子。然后在当时人们认为恐龙，尤其是这种食肉恐龙，是一种两条后腿行走，两只前腿抬起来的，像袋鼠行走的这种样子的一种动物，所以当时人们把它复原了这个样子，就有点类似哥斯拉这种感觉，尾巴拖在地上，然后两条腿去行走。有一点值得注意，由于当时人们已经发现了一部分腿骨，所以当时人们复原的这条腿的比例现在看来还是非常准确的。而且当时们注意到这个吉隆的下颌骨前方有一点向上凸起的这个样子，虽然他把整个头部参照现在的一些蜥蜴复原成了这种类似蜥蜴的样子，如果你看当时的这个骨骼图，你还可以看到它的下颌确实有一个像玄齿鲨这种锯齿一样的这种向上拱起的这种感觉。虽然人们当时注意到它的下颌也是向上拱起，它有点类似鳄鱼的这种感觉，但依然把它的头复原成了像蜥蜴的样子。也许当时他们想现生的蜥蜴中有一些品种内部的骨骼结构也是有这样类似鳄鱼的样子，但是表皮依然是嘴巴是平的，所以人们当时还是参照异特龙或者霸王龙这种头骨
把它复原成了类似其他时候恐龙的样子。关于前肢，最早的棘龙标本并没有保留前肢化石，因此他们还是参照异特龙或者霸王龙这种，把它前肢复原成了一个短小的样子，但是跟异特龙跟霸王龙略有区别。当时人们认为棘龙可能比这两种恐龙更原始，所以他把棘龙复原成了四个指头。另外就是它的背帆，人们当时推测它像异齿龙那样有一个完整的这种背帆结构，所以给它复原成了弧形。这是棘龙最早期的样子，但是在后期有一部分人开始认为棘龙这种后背长背帆的动物，加上它的腿比较短，它有可能是一种四足行走的动物。因此你可以在70年代到80年代的一些科普读物或者是科学文章里看到这样的复原，就是棘龙像异齿龙一样用四条腿在地上觅食，是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头部的形状依然是食肉恐龙的那种比较浑圆的，就是典型食肉恐龙那种，像异特龙或者霸王龙类这样的动物，长长的尾巴拖在后边，然后它用四肢行走，是这样一种憨厚的状态，背帆依旧是一个弧形的扇形的一个样子。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注意到棘龙跟柱爪龙之间的血缘关系，它在骨骼结构上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当时的人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科，叫棘龙科，然后把柱爪龙归到了这个科里。从那个时候开始，棘龙的复原开始倾向于是一个柱爪龙后背加了一个背帆的样子。再后来人们又发现了一些棘龙头骨的碎片，因此更加确定了棘龙跟柱爪龙在头骨上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90年代开始，它的复原变成了这样一个样子。这个样子在2000年初侏罗纪公园的第三部里大放异彩。在电影中棘龙就是以这个造型出现，以一种比霸王龙更加巨大更加凶悍的这种食肉恐龙的设定出场，然后把前两集的大主角霸王龙轻松干掉。这个造型一直影响到后来很多年，直到1993年科学家伊弗拉辛他宣布发现了一个更完整的棘龙标本，他颠覆了以往人们对棘龙的认知。这个标本首先强调了最早的标本关于腿的描述是正确的，就是它的腿非常的短，然后它的其他解剖结构也证明了，就是它的前肢确实是像柱爪龙那样，但是前肢的化石并不完整，至今棘龙的前肢化石依然不完整，但至少它有一根非常巨大的爪子，然后它的头骨完整的头骨就是类似这个样子，是一个接近柱爪龙的样子，但是比柱爪龙的脸要更加厚重一点，在它两只眼睛前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头冠，然后它的脖子比以往推测的要长，然后它的背帆经过对新标本以及对原始的标本重新比对之后，发现原始的标本有几根骨头放错了位置，真正重新复原之后得到的这个背帆的形状是一个类似马鞍形的这样一个样子。这个样子有一些学者认为它可能是复原错了，可能是保存原因上部分损毁了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的缺口，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种背帆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看现在的一些其他动物，比如来自老挝的这个鱼鳞龙，这个鱼鳞龙也是一种棘龙类恐龙，它的后背也有一个帆，但是比较低啊，但是那个帆在臀部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缺口。无独有偶，来自西班牙的一种沙齿龙类恐龙叫做昆卡列龙，它的后背骨盆的上方也有一个背帆，而背部没有，单独在骨盆的上方有一个背帆，这也许验证在它后背到骨盆之间可能有一个比较适合活动的范围，如果以整个连续的背帆会影响这种食肉恐龙的背部的运动，因此很多恐龙可选择了这样一种造型，这也是一种说得过去的理论。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时候，我们参考最完整的证据，就依然把棘龙复原成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在2013年的这个研究中，首次提出棘龙可能确实像一些古早的研究认为，这个棘龙是四肢行走，因为它的后腿比较短，前肢可能会采取某种方式去行走，
有一些报告认为，由于棘龙的爪子是比较平的，就是前边的爪子并不像重爪龙的爪子这样弯曲，它虽然很大，但是比较平坦，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用来这样行走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恐龙可能不具备手指向前弯曲的这样的一个关节，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像大猩猩一样手握过来，然后像以拳头这种形式去行走，就像这个模型展示的这样的方式，是以这样一个指头去撑住地面。这个理论的来源是因为在美国的康乃狄克曾经发现过疑似双脊龙的坐姿的这样一个化石的印痕，化石中不只显示说两条后腿坐在地面上，然后它有一条尾巴碰到地面上，同时还展示出了两个前爪的姿势，至少证明像双脊龙这类恐龙在蹲坐的时候，两只前爪如果撑在地面上，是以两手相对，就是手指弯曲用指背这个方向去握在地面上，这是这样的一种样子，至少那句标本是证明。如果其他恐龙都与它类似的话，棘龙可能在走路的时候也会采取这样类似一种猩猩或者是大地懒或者是爪蹄兽这类动物行走的这样一个姿态。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尽管在2013年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发现棘龙尾巴的化石，但是通过其他的证据表明棘龙肯定是一种长时间泡在水里的动物。首先人们通过同位素去分析它的牙齿，发现它的牙齿有常年浸泡在水中的这样一个特征，然后另外它身体的结构也显示出这是一种类似鳄鱼习性的动物，比如它的身体是一个圆筒状，比较宽然后比较圆，这种形态不太适合在陆地行走，而适合抵御水中的压力。另外就是人们发现棘龙的后肢跟其他食肉恐龙有明显的区别，就是它不适合像其他食肉恐龙那样长时间承重，而且它的脚底是扁平的，它的指甲也不尖，更像鸭子的脚，因此他们推测棘龙的脚是可能是有蹼的，用来游泳。尽管当时没有发现棘龙尾巴的化石，我们在进行棘龙复原的时候也把它复原成了鳄鱼的这样一个样子，它是一个比较扁的，它的神经脊比较长，形成了一种比较扁的适合游泳的这样一个样子。直到2020年人们才发现棘龙的尾巴，2020年发现的尾巴证明棘龙有一条类似有点像蝾螈或者像鳗鱼一样的尾巴，这个尾巴比以往推测的要短一些，但是神经脊确实是很高，更适合游泳，是这样一个样子。同时也验证了就是2013年当时人们对棘龙样子的推测。其实虽然从2013年开始人们对棘龙的整体复原才有了更新的认识，也就是说进入了现代我们对棘龙的这种造型的认知，但是早在2013年之前人们对棘龙的头骨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评估。刚才提过棘龙头骨最早只发现了下颌，或者说只清理出来了它的下颌，当时那个下颌就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这嘴的前面有一个钩，这就是棘龙与其他食肉恐龙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区别。这种前面有钩状然后下颌比较长的这种样式在当时并不多见，虽然后来发现了双脊龙以及重爪龙、四颚龙这样的恐龙后来越来越多，但是在当时并不多见，所以最早人们并没有往其他地方去联想，直到后来重爪龙以及四颚龙头骨的发现，人们才重新意识到这棘龙的头骨可能跟重爪龙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后来人们发现了很多头骨的碎片，目前我们对棘龙头骨的研究依然来自于这些不完整的头骨标本，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些头骨标本的重新拼凑得到的一个完整的头骨就是类似这样一个样子。这张图展示的就是我们至今复原的比较准确的棘龙头骨的样子，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眼睛，可以看到它眼睛位于头骨的高处，最高处，然后它的下颌后方非常的厚，然后整个脸像筷子一样很细长，然后在嘴的前边有一个缺口。咱提到它是嘴巴，这个嘴巴前面这个缺口现在我们知道在很多食肉恐龙里边都有出现，它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特征，越早期的恐龙这种缺口越明显，就比如说双脊龙，
除了恐龙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也有这个缺口，就比如鳄类，或者是这个半水生的一些二叠纪或者三叠纪初期的一些半水生的动物，比如加斯马土龙，它的嘴巴前面也是有这样一个缺口。在一些海生爬行动物里，比如蛇颈龙或者上龙，你也可以见到类似的结构。这结构可能最早出现就是一种原始的结构，因为它代表着前上颌骨跟上颌骨的不完全愈合，但是后来在恐龙跟其他爬行动物中，这个缺口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捕鱼的一种特征。一般长有这种缺口或者缺口比较明显的，往往都与食鱼有关，就比如棘龙类的大多数恐龙，双脊龙曾经也发现过它的胃里边至少发现过三种鲨鱼，证明这种恐龙它会以鱼类为食。然后像早期的一些，就比如加斯马土龙这一类半水生的动物，它们也有食鱼性，现在的鳄类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缺口结构能够有效的帮助它们去抓住滑溜溜的鱼。另外，棘龙在两个眼睛中间有一个类似头冠的这样一个结构，这样的一个结构在棘龙以及重爪龙上也有发现，但是棘龙跟重爪龙的形状和位置不太相同，但是都是同源，都是这样的一个脊状结构。这种脊状结构在恐龙中很多，除了像棘龙之外，像暴龙类早期的一些种类，就比如冠龙、圆角鼻龙、女王龙也有类似的结构。它可能就是首先代表着一种种间识别或者炫耀的一种功能，它可能有鲜艳的颜色。今天的一些鸟类，就比如食火鸡，头上也有这样的特征，鸡的鸡冠也是这样。这在恐龙里边或者是鸟类里边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结构。除此之外，还可能就是它也有一种在水中可以顺便起到一种减低阻力的这样一个作用，就类似鲨鱼鳍的这样一个效果。此外，就是棘龙它的嘴巴除了前面有钩状之外，配合它一起工作一起抓鱼的这样的结构就是它的牙齿。棘龙的牙齿也很特殊，它的牙齿是圆锥状，圆锥状的恐龙里边本身就并不多见，一般恐龙的牙齿都是稍微比较扁一些，但棘龙是非常浑圆的这种凿子一样的形状。这些牙齿很粗大，而且表面有很多纵向的条纹，这种纵向的条纹再次的验证了它是一种水生爬行动物，因为这些条纹一般都在海生爬行动物里才能见到，就比如说苍龙，苍龙的牙齿也具有这样的条纹，蛇颈龙、上龙甚至鱼龙这一类非常亲水的动物一般它会有这些条纹。关于这些条纹的作用，一般人们认为它可能也是更方便的刺穿有鱼鳞的这种鱼类，然后能够帮助它捕捉鱼类。除此之外，棘龙鼻孔位置也很特殊，它的鼻孔不像很多食肉恐龙那样在嘴的前部，它的鼻孔是在嘴巴的中段，就靠近眼睛的这个位置，这在其他恐龙里看不见，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结构。很明白的，它就告诉你，这个就是一种潜水的时候头探出水面，把鼻孔露出来换气的这样一个特征。它的鼻孔跟眼睛有可能跟耳朵在化石没有证据，鼻孔跟眼睛的位置就跟今天鳄鱼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鱼龙或者是这些需要换气的海生爬行动物非常类似。它的鼻孔跟眼睛位于同一条线，在它头轻微探出水面的时候就能起到很好的这个换气作用，同时也能用眼睛去观察周围。目前关于棘龙前肢的研究由于材料并不充分，所以主要参考的还是重爪龙。棘龙目前已知的化石材料就包括一块肱骨，然后指头的几个指节。虽然有一些在非洲的这个化石市场中有一些号称是完整棘龙前肢的标本，但是由于它的来源并不可靠，因此我们并不能作为参考。我们依然还是按照就是棘龙类一般的前肢的生长方式对棘龙的前肢进行复原。我们推测棘龙前肢第一根指头依然有非常大的爪子，另外两个可能是会稍微的短一些，通过已知材料发现第三个指头是比较短小的，因此我们在做复原的时候一般
都把它复原成这样，形成一种有着巨大爪子的这样一种形式。关于棘龙类的巨大的前肢，像重爪龙，这是这类恐龙里边的一个典范。它的名字重爪龙本身指的就是它有个巨大的钩爪。这个爪子在最开始人们研究的时候就认为它是用来捕鱼的，因为在重爪龙的胃里曾经发现过鱼鳞，所以人们推测它是用前肢去捕鱼。棘龙可能也会用前肢做这样的动作，但是跟重爪龙不同的是，棘龙的前肢看起来没有那么弯曲，因此有些人认为它是因为四肢行走造成的这种前肢爪子变平的这样一个因素。除了前肢之外，棘龙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后腿，它后腿除了短之外，它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脚，它的脚像鸭子一样，脚趾非常的平，而且指甲也很平，指甲并不锋利。人们曾经发现过一个疑似棘龙的足迹，这个足迹显示出棘龙走路的时候四根指头都是同时着地的，它并不像大多数兽脚类恐龙一样走起路来只用其中三个指头去行走，内侧的指头离开地面。棘龙可能不是这样，然后棘龙扁平的这个四肢也暗示它的指尖可能有蹼的存在，虽然在足迹上并没有明显的这个蹼的痕迹，但是由于足迹保存的不好，也并不代表这种恐龙没有。说到前肢后肢以及它的另外一个棘龙的特征就是背翻。背翻我目前认为它还是一个马鞍的形，因为2013年的时候伊普拉辛团队的重新研究，不但是对新的棘龙标本进行了重新研究，他也对最早的棘龙背翻的复原进行了重新的更正，发现它的脊椎摆错了位置，有一些比较长的脊椎最早被放到这个位置，后来发现应该挪到后方，因此重新复原的背翻呈现一种马鞍的一个状态。这样的状态它导致上方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它有可能是能够让这个腰部的活动产生一定的活动空间。另外一个提到的特征就是它的背翻的功能，背翻的功能目前还有争议。像这种背翻结构一般无非是几个说法，一个就是它可能是用来展示的，就活着时候上面有很多鲜艳的图案，我们一般会比较倾向这种做法，就是把背翻的上面的颜色设计的要鲜艳一些，以区别身体其他部位，就像这个模型展示的这样，它的背翻上面有比较鲜艳的图案。这一点在现成的其他动物里也很常见，就比如说斑翻蜥，它的尾部有一个类似的翻，上面的颜色是非常鲜艳的明黄色。此外在海里的旗鱼它也有类似形状的那个背鳍，这个背鳍不仅仅对旗鱼游泳有帮助，而且它的颜色也是非常鲜艳，这就说明一般动物身上长某种器官，我们的逻辑不能是这个结构是用来干什么，而是说它能干什么，就是一般动物演化出了这样的结构，它往往不是单一作用，它可能同时具备很多种功能。另外它的一个作用可能就是散热，因为棘龙生活的环境是比较炎热的地区，它毕竟在低纬度，在恐龙时代它也是临近赤道的这样一个炎热的一个地区，因此这样一个结构有可能有助于散热。不光是棘龙，在棘龙同地发现的豪勇龙，这种与食肉恐龙无关的这种鸟臀类恐龙，它背上也有类似的背翻，就是说明它可能这类背翻在这个地区的恐龙里边可能也大量存在，它是可能有的像今天非洲象耳朵一样起到一种散热的效果。此外由于棘龙是水生动物，它的背翻可能会有一定减缓阻力的这样一个作用。除了背翻之外，关于这个棘龙的成长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我们现在对棘龙幼年唯一的了解就是来自幼年的一小节指骨，除了这些指头之外，我们对它幼年的其他样貌基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成的一些动物去推测棘龙小时候是长什么样的，就比如刚才提到的斑翻蜥，在成年它的特征就是它的尾巴上有一个巨大的类似棘龙背翻的那样一个结构，但是在幼年时期这个结构并不存在，幼年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蜥蜴。棘龙很可能这个在幼年的时期也并没有背翻，
因为你很难想象，作为一种卵生动物，棘龙在这个蛋壳里，这个如果它有帆的话，这个帆会以什么形式去摆在这个蛋里？就简单说，这个在小的时候，这个、蛋里装不下这个帆这种结构，因此有可能在非常小的时候，棘龙这个背上可能是没有帆的。随着年龄增长，它才逐渐发育成这样的帆的结构。这就像今天的斑帆蜥，或者是一些其他动物身上的这些特征，就比如食火鸡，食火鸡的一个著名特征就是头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头冠，但是在幼年时期这个头冠并不存在，在青春期临近成年的某一个阶段，几年里快速的生长出来。棘龙很有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况，但是目前由于没有化石，我们就很难判断。此外，就是棘龙它的生活环境，除了刚才提到的棘龙生活在一个比较低的纬度，它比较炎热，靠近赤道，同时棘龙的出土环境也证明了棘龙是生活在河流充沛的一块区域，因为在当地在跟棘龙一起埋藏着有大量的水生动物，因此确实证明了棘龙是一种非常亲水的水生动物。于2020年发现的棘龙尾巴，就是那个鳗鱼状的尾巴，也证明了它是用来游泳的动物。在水中，棘龙的游泳的泳姿可能主要依靠后肢以及尾巴，尤其是尾巴，就像今天的鳄鱼或者是海鬣蜥一样，在水中它可能四肢收起来，用尾巴去推动水流，让身体向前游。它的尾巴就像这个模型展示的那样，上面有很多神经棘，而且这些神经棘向后倾斜，这样的一个向后倾斜的结构就导致它的尾巴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结实比较坚硬的一个样子。由于神经棘向后倾斜，所以它左右摆动尾巴的时候，这个互相会有一定干扰。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垂直的话，它的尾巴可以左右这样去摆动，但是如果是向后倾斜，如果左右摆动的时候会互相干扰，因此它的尾巴是一个比较坚硬的桨状，在水中游泳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小幅度的这样摆动，虽然幅度很小，但是很有力，然后让它能够在水中快速的去运动。由于它的化石产地出土了大量的水生动物，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出棘龙的食物。首先通过它的牙齿以及口部结构，我们认为它是一种食鱼的动物，它有食鱼的特征，而且跟棘龙一起出土的有大量的水生动物，这些水生动物里含有大量的鱼类，其中这些鱼类里非常著名的一种就是这种帆巨鳐，就是模型展示这个样子的这种帆巨鳐，今天依然有巨鳐类的动物活到现在，顾名思义，它就前边有一个类似锯子一样的一个结构，这种动物很有可能是棘龙的主要食物，因为它的大小体型正好能够满足棘龙的这种捕食的要求。除了鱼类之外，同时也发现了像双臼锥龙类的这种蛇颈龙类也有发现，因此我们推测出棘龙生活的环境是一个比较炎热的，然后在有多河流的，它能够在水中快速穿梭的，然后让它方便在水中捕鱼的，偶尔棘龙会上岸，那个足迹就证明了棘龙是一种能上岸的动物，但是运行不了多远，它有可能用两足，也有可能用四足去行走这样一个水生的环境。它究竟活了多久，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可能随着当地环境的改变，可能是随着气候的改变，这些动物，很快在白垩纪晚期的初期，很快的消亡了，在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这样神奇、这样奇特的动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棘龙埃辛的模型，这是一个1:35比例的棘龙模型，它的体型主要参考于当时发现的最大的棘龙标本，它的这个比例结构我们当时在制作的时候参考至2013年伊普拉辛团队对棘龙的复原，当时我们做这个复原的时候设定为接近17米这样一个尺寸，它的腿比以往推测的要短一些，但没有后来推测的那么短，就看起来前肢是比较沉重的一个样子，然后它的脖子非常的长，然后头部采取了我们目前对棘龙头部的一个研究，它的脸是比较细长的样子，然后张开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嘴上方有一个缺口，
然后下方有一个凸起，在闭上嘴的时候，这个上下颌的缺口会进行一个吻合，然后下颌的这样一个结构有助于去帮助它抓一些比较滑的食物，就比如说鱼类，然后它的鼻孔位于这个位置，眼睛位于头的最高处，在它两个眼睛的前方有一个头冠，这个头冠有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炫耀的作用，因此我们在设计涂装的时候给它设计成一种红色，让它看起来跟整体身体这个比较昏暗的样子有所区别。另外就是棘龙的前爪，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类似重爪龙的爪子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大拇指上有非常巨大的爪子，然后另外两个爪子要稍微小一些，但是依然很锋利。它的身体是比较浑圆，然后比较长的样子。在它的后脚上，你可以看到它一共有四根指头，从脚的底部，你可以看到这四根指头在走路的时候是同时着地的。然后，指甲很平，在四个指头之间有蹼，可以用来游泳。然后它的后背有一个由多个神经脊构成的一个马鞍形的一个帆，然后在这帆的表面有一排刺，这个刺在化石上虽然没有证据，但是今天一般神经脊比较高的动物，它尤其是蜥蜴，它的后边一般来说会长有一些装饰物，就比如说变色龙或者是这个斑帆蜥，它的比较高的这种背帆状结构，它会有一些比较醒目的这种凸起。在2013年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棘龙的尾巴，但是种种迹象已经表明棘龙是一种水生动物，因此我们按照水生动物的推测给它复原成了一条类似鳄鱼的尾巴，然后它的尾巴尤其是末端有一个高高的凸起，类似尾鳍的，能不能在游泳的时候起到一个尾鳍的效果。此外在这个地台上还有一只它的猎物，是一只帆巨鳐，这是一种大型的身长能够达到5米的软骨鱼类。在这个帆巨鳐的下方有一些唾液的痕迹，你可以想象这只棘龙是下到水底把这只巨鳐捕到，然后一直给它拖到岸上，然后让它慢慢的等死，然后再去食用这只帆巨鳐。以上就是关于棘龙埃辛的一些创作故事，谢谢大家。